嗨，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我们要持续实况，等一下，不对，nope。今天我们要持续实况《时代进化》，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要继续做我们的发电机，跟并且把我们这些机器呢全面复活，就是要把它全部换成我们的无线电电源，就是那个插头。我们插头上次只做一个头而已，然后那个头是用在那个快速的那个烧熔炉上，就是这一台，就是我们用在这一台而已，就是其他我们就这个插头啊，然后用在它身上。对，然后在我们就是在你们在我自己玩的时候呢，我当然也是没有停下脚步，一直边挖矿挖了个老半天，终于挖了一整条的、那个什么。那个这么大条的那个铁矿目前正在强力输出中，在这里强力输出中。对，那今天呢我们就先开始做我们的那个插头啊、哦、看一下插头。 OK， 需要1、2、3四个金边跟红石砖。我们需要有我们有几台机器要用到，木头一个，这个一个，那里一个，还有一个挖矿需要四个，那我们就做四个出来好了。对，然后我这边太阳能呢也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就是也成功做出来了。对，太阳能我可是因为那个材料实在太坑了，我其实做不了那么多，所以我先把晶片给拿出来啊，晶片，然后需要红石砖嘛，红石砖我在大概几分钟开路前我挖了很多红石，对，大概这些，然后嘟 OK， 都拿去做。然后再来做四个 ，OK， 四个 point， 好，完成。我又把它分解掉了。好了，算了，没关系。好，那我们就先来把这些机器给他们恢复一点动力吧。对，因为现在已经换无线的了，所以有线那个其实我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不要这样讲了，它其实也有用的，好不好？切换，输入电力，黑曜石斧，开始继续运作。OK， 我们复活了一台。好，我换下一台，下一台是甘蔗机，甘蔗机的电源嘛，我看一下。哦，好，一样，释放你的电力，然后一样有电，然后没锄头。好，锄头 ，OK， 好，有锄头了，然后再来是，进去了。好，有了锄头，再来是需要我们的食物机那一边需要一样需要电。OK， 有了电力瞬间充满，然后爆满了、啊。这食物箱已经爆满了。好，然后把这个工具丢进去，我们持续的来去复活一些其他的道具。哇塞！一有电之后，速度马上就弄干净了。这边好像还没有侦测好，然后这一边也用的，这边差不多啦。对，然后它范围我懂了，没有这个了。然后锄头又快要坏掉了，你到底是要几只锄头你才甘愿？应该说，你这台机器要吃掉我多少锄头你才甘愿？我们直接把它做成钻石了，各位觉得如何？可是我钻石晶片太少。对啊，想到这个我就心酸，真的很心酸，因为晶片太少，我连这个也想升解，可是它晶片量太少，真的很心酸耶，天啊，怎么这样子啊，天啊，心酸哦，真的很想要那个多弄一点，真的，要不然太心酸了，你看这么多东西 ，OK。三台都复活了，目前暂时不会电，应该不会太消耗太快吧？我看一下啊、哦，这个就是太阳能，这就是会哦，消耗速度有点快，天啊，有一点对，这就是第三等的太阳能板，它的那个发就是发电量非常快，而且当你的板子连在一起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呢全部串成一起，对，它是自动串成一起，并且给这个插座充电，让它的电力。全部呢储存到我们的那个电力罐里面，对，我看一下哦，现在的太阳这边会有太阳的等级，当它等级越高，它的发电速度会越多，会看到这里，会注意到这里，然后这个就是它，因为它本身也有容量，它是可以自行储存的，所以它目前电力正在上亮度上升中，所以它这个也会跟着上升。然后之前有一些人问我说，就是那个太阳能板，之前的那个 GP 的太阳能板是不是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或者是直接在上面插个火把？不行。放荧光石怎么插火把那个都没有用，它是侦测天气的，对，它是侦测天气的。至于有人说那个
那个地那个什么哪里啊？地那个中介可不可以？中介好像可以，没有问题的样子。因为我还没有实际去测试过，所以没有朝这个方向去多想。对，然后这个地方就拆掉。这个其实已经很久没有运作了，这个其实已经宕机宕很久了。其实，对，这个已经宕机宕很久，只是我不知道下一个点想要放哪里挖，因为它的范围其实就大概那样，挖完就没了。那我们再换一个地方挖好了，看一下有没有感觉是哪边那个地势磅礴，感觉矿物非常深，比较多样化那种感觉。那不然我们放这里好不好？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固定的点啊，因为它能够挖到什么，其实我也不是很在意，因为大部分都我自己挖还比较快。好、啊，那我们就放这边好了，超级那个随便入我，好丢进去，丢，好，这样子工具就完成了。再来就只再就只缺箱子，箱子在这里，好像这样，嗯，这样子应该是可以直接传上来的吧。有，在这里。好，它的电是会消耗的，所以呢，插上我们的无线电力，这样子有没有？它的电就是保持在满的状态，然后在这边就持续开帮我们挖这个东西。对，好，剩下的就这样子啦，哒啦，我们就把我们那可爱的电力呢。全部都换上了电源了。嗯，这样子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消耗的速度有点大。消耗速度有点大，我需要更多的那个，应该说，我去拿一下，记不记得我们的那个地热发电机？我们的地热发电机好像又少岩浆桶，那个东西超麻烦的，因为少了一个地热岩浆桶就很不好做事，真的很不好做事。他要求的那个部分恐怕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对，然后这边会慢慢全部换成这个插头，对，全部换成插头会比较好，因为。毕竟它是需要的嘛，然后目前的话，我会希望以太阳能再继续研发一点。对，这边的话就，对啊，几乎还是，哎，有，有在上升，有在上升。那个岩浆，有，那个岩浆的地热发电机有在起作用。对，这边其实还 OK。好，那我们就继续来做这个可怕的东西。好不容易弄出一大堆这种小板板，想办法才升到第三等。要升到第三等，这个小板板这个上面还有，缺的是这种的，需要这一等的围成一圈，再放这个才可以做一个这个。可是我们需要四个才能做一个三等的这个，所以这一个呢就需要这个，再加上木头跟一个红石。上次其实很浪费这个东西，真的。那这一次呢，我怎么那么爱插火把？这一次呢，我终于挖了这么多，有没有很棒？超棒的。对，一二三，然后全部拿下来。对，我做了这么多的玻璃块，就是为了直接大量生产这么多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在下面开始制作吧。所以我才会挖那么多铁啊，对不对？就为了做这个坑爹的板子。那、这个一啊、二啊、三啊，全部拿去做，不知道可以做多少。反正他们目的就是做那些板子而已。对，直接把它全部一次做完。全部做成一等，诶、欸、的对，16、48，还可以再用个，刚好，总共诶、欸、还有啊，别傻了，怎么可能这么快用完呢？放心，我的铁都是算好的 ，OK， 嗯，可以做这么多板子，然后再加上这一个木材。还有红石是放在这里，所以木材应该是要一、二、三，可以做出40个板子，但是木头不太够。啊哦，换红石不够了，木头够，走去拿红石，做出64个来，好多哦。哎，木头，再多做几个。就是把这一整组的玻璃，我大概都是以玻璃的量来去做我要求的量啊。对，就是看你玻璃有多少个，就是尽量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以它，你玻璃有多少就做多少的这种感觉。对，你玻璃有多少就……我记得箱子里面好像还有上次没用的板，有一个刚好三块。OK， 还可以再做一个。好，然后这一个呢，再来必须跟那个这个。活塞
一起结合，哇塞，我活塞只有七个，可是我有这么多个，看样子活塞也是非常缺呢。其实也不用绕那么多圈，你只能做七个而已。好，我忘记活塞怎么做了。哦不，我还记得，一圈、两圈，刚好可以做。哎，还有还有还有，24个，然后再加，我记得我这里面好像还有哎，就是那个太阳能板，还有9个，可以吗？可以凑吗？可以耶，刚刚好 ，perfect。一次做完是26个，然后再加上上次做的这个板子跟红石中继器，还有可以做8个，但是就少这个了，还可以再做啊。我看一下，它这个板子的做法是 ，Oh my God， 你还需要原版的那种，可是我玻璃都用完了。好吧，现在变成玻璃又用不够了，没关系，我们最多就只有做8个，已经够了啦，这其实已经很多了。对，因为它不需要太多，它只要容量一起发电量越大就会成功，就大概这样70，因为已经快晚上，所以它亮度正在下降，但是储存的电量已经有27万了，所以再加这一片的话，大家看哦，这会连在一起，它是会连在一起的。哎，这边不好，不能放，因为这边发电量是0。像这样，有没有容量大幅提升，然后发电量也大幅提升，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电永远用不完，希望了。可是就只有白天，对，这么大块的太阳能板，然后当如果想要升级到3嘛，到第4等，就必须把它拆掉，就是把我们的第3等拆掉，然后要拆4个，再做这个第2等，所以拆4个，这个可以做。这个4等的2个，然后一样以此类推，就是你想升级就是拆，升级就是拆，升级就是拆，拆完升级，拆完升级，这样重复，这样的话，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做出最高级的板子，对，它的发电量一定是更可观的。好，那我们这一集就这样子完成了我们的一些修复跟太阳能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更新的动作，所以我们就不用太担心说我们以后的电会不会不太够用啊什么的，都是不用担心的。对，现在已经正式开始运作了，现在缺的就是大量的钻石了。因为想要升级他们，真的很想升级，但是一想到还需要花到金，就是那个什么钻石晶片，就比较麻烦。不管了，就只能这样子了。先来去跟太阳，就是跟那个太阳能板拍张照片。可惜现在是晚上，亮度几乎没有，可是还是得拍照。好，就这样站在太阳能板上。好，F1。OK， 好，就这样，谢谢收看，我们下回见喽，拜拜。